的吧？是啊，你好。别废话了，赶紧香，我下午还急着去上班呢。你这么急去上班干嘛？到最后还不是结婚生子，当个家庭主妇啊？那你还吃饭喝水干嘛？到最后还不是成为一个盒子？我希望嫁到我家当我老婆，能给我生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我希望我嫁的那一家能有两栋别墅，两辆跑车。看你这面相，你应该有30了吧？都过了最佳生育期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家什么基因呐？保质期这么短？跟你说实话吧，就你这条件不太符合我妈的要求。啊，你是来找老婆的还是来找爹的？看来今天遇到对手了哦。那个我们两个结婚以后，你不能去上班，你要必须在家里面洗衣服、做饭、看孩子。可以啊，彩礼80万，你要倒插门，以后孩子必须要跟我姓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女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求就不能那么高，你又不像我们男人越老越值钱。那你现在出来相什么亲啊？你应该等到100岁再出来啊，那到时候你更加值钱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个女人呢，都几十岁了，你会不会相亲啊？我们不合适。就你年轻，你都快50了吧？啊，草还嫩，牛已老，你还像老牛吃嫩草啊你？你卸了妆，谁是老牛还不一定呢？牛未老，草已枯，你别拿自己当仙姑。草虽嫩，牛虽老，但是老牛牙口好。你说谁老了你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相不中也不能打人呐、啊！你别跑啊，我不打